凤瑶真奇葩，吊带裙里还加一件皮裤，不过比邓紫棋穿着好看多了。奚梦瑶真奇葩，吊带裙里还加一件皮裤，不过比邓紫棋穿着好看多了。奚梦瑶出生于1989年，受到上海时装周邀请，担任2011年上海时装周的形象代言人，获得 OPPO 网易娱乐跨界盛典年度最具实力跨界国际超模。奚梦瑶自在维密一摔后便备受争议，随后在节目中频频亮相的奚梦瑶也是一直受人诟病。身为超模的奚梦瑶不仅身材比例好到没话说，气质更是独特，一起来看看她的时尚造型吧。奚梦瑶穿着一件粉色格纹吊带裙，展现精巧的锁骨，勾勒迷人的肩线，衬出修长的脖梗，优雅中透出一丝小性感。奚梦瑶选择的这件连衣裙采用雪纺的质地，垂坠的面料可以在视觉上拉长她的身形比例，使她看上去格外高挑。定睛一看，奚梦瑶这下身搭配的是皮裤吗？看完忍不住调侃道，奚梦瑶真奇葩，吊带裙里还加一件皮裤，不过比邓紫棋穿着好看多了。再来看看奚梦瑶的其他造型，她穿着一件黑色斜肩上衣搭配牛仔短裤，高腰的裤型强调出腰线的位置，将她的双腿衬得愈发笔直修长，简约的搭配尽显时髦。奚梦瑶穿着一件深蓝色连体长裤，修身的款式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完全的显现出来，勾勒出姣好的身形曲线，女人味十足。你喜欢奚梦瑶的哪一身造型呢？